小米小爱音箱迷你版深度评测下集。小爱音箱迷你虽然体积更小，但是和前作具有同样丰富的功能，比如说一句话可建立闹钟、日程、备忘录提醒，或者是一句话查询体育新闻、剧集、热门电影，再或者一句话查询天气、交通，甚至是出门穿衣指南。除了已有的功能之外，小爱同学已经拥有了超过5000万个知识点。小爱同学还会随着更新不停地带来更多更有意思的功能，比如把任何一句话唱出来的能力，甚至还可以与小爱同学一同玩游戏。另外，在未来将会有更多更有意思的功能上线。语音交互能力以外，小爱音箱迷你更是有众多米家 APP 上智能家居设备的控制中枢。小爱同学的出现改变了很多用户对智能音箱只能听音乐、问天气的印象。小爱音箱迷你可以语音控制开关灯、调色温、控制扫地机器人扫地、电饭煲煲饭、空气净化器定时开关、空调进入睡眠模式、电视自动追剧等等，甚至可以根据用户自定义设置好的各种场景，回家写一句话，即可开启全屋的智能家居设备。随着开发人员的不懈努力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设备支持与小爱同学的互联，一句话即可完成全屋家电的操控，体验未来的科幻生活。除了成年人每天要用到的智能控制、语音交互等功能之外，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与小爱音箱迷你版成为好朋友。除了可以用小爱音箱迷你听到自己喜欢的儿歌以外，还可以让小爱音箱迷你给自己讲故事，甚至还可以利用小爱音箱迷你来学英语，陪伴孩子一同的成长和发展。